对，有个虽然是喜欢我们的朋友们，但是你们也不用过于就是说我们有多好，然后说我们就是跳的有多棒，我们自己什么样，我们自己心里特别清楚。你怎么说出这话来了？对对对，说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两人比一下吧，咱们俩就是半斤八两。是是是，小王比我稍微还好点，也没有好那么点，有限吧。可能我的比 Yes OK 的时候比的稍微直一点。是，哎，对，说起这个。比 yes ok 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触啊，我比 yes ok、就是我就只练这个 yes ok、我就是练到我的这个指头痛。你比 yes ok 你比的指头痛？对，我就是只练就是 yes ok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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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是一个就是有很多动作是需要你然后就是这个指头还有这个指头特别痛，就是晚上痛的，就是醒来。所以说，小王真的是认真抠动作了那会儿，对，抠到指头都痛了，对，就是认真的程度。我记得我那段时间就是双臂完全就抬不起来，酸的。对，而且你知道，在最艰辛的时候，节目组让咱们给家里人打电话。我天哪，那天晚上大过年的，然后我们所有人特别苦的跳着 Yes OK， 然后就是叫我们一个个上去被踩尖了，然后干嘛呢？